嗱，呢度 Sir， 你唔好以為我新牌咧咩都唔識。嗱，政府嗰個新牌費咧，就6月23日就大加價啦。啱啊！我計過噶啦，我的車8月先到期，我而家驗車，咁咪可以舐埋舊價咯。兄弟，我諗你真係太睇小我哋偉大嘅政府，要收我哋呢啲普通市民呢啲新嘅費用嘅決心啊！嚇！運輸署已經出咗聲明咧，佢需要喺6月23日嘅車輛驗完車之後，就已經係買新嘅牌費啦。23日前係可以舊價嘅。冇啦，冇啦，交新價啦。你都冇得揀噶啦，係嘛，大哥？除非你唔揸啫。我幾廿歲人，唔通坐交通工具啊？牌費嘅新舊價相差成30%，會按你架車嘅 CC 數啦，同埋會睇下你係行汽油啊，定係行柴油而定。當然，越低 CC 嘅車牌費就越平啦。汽油車又會平過柴油車噶噃。阿 Leo Sir 話時話啦，點解你會知道我呢架車嘅 case 係攤唔到雞交舊價嘅？皆因我上個禮拜三先作完牌，領咗嘢啊！哎呦，有人陪我咯～